是慈悲爱众生，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南宋年间，金兵南下，许多百姓流离失所，背井离乡。在京都临安，有一位王之君，他的妻子王夫人笃信佛教，乐善好施，时常帮助那些穷困的百姓。身边有一位丫鬟名叫兰姐，聪明乖巧，忠心服侍着主人。兰姐，谢谢，夫人叫你呢。知道了。谢谢。青哥，你帮我把这些食物分给他们吧。谢谢。好人呐，好人，善人。哎呀，谢谢。逃难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夫人，您叫我。外面是不是又来了很多逃难的人呢？是的，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布施了一些食物给他们。唉，金兵南下，战火四起，那些失去家园的百姓们真可怜呢。夫人不用忧虑，老爷不是带兵去抵抗金国了吗？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会收复失地，重整河山的。愿菩萨保佑老爷能旗开得胜，凯旋而归。夫人，小的听说4月初8空性大师要在青尼寺开坛讲法，
并且拿出香火钱来赈济灾民。是吗？那我们也去捐一份功德吧，好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。可青泥寺离这儿几百里路呢，我们现在去还来得及吗？那我们即刻动身吧，应该可以赶到的。让奴婢陪夫人一同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喜子，去把钱箱拿出来。是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白。夫人，奴婢前日做了一个噩梦，忽然感觉我们这次出行会有不利。做的梦你也能信？真是的。可是梦境好真实，我只是担心。兰姐的顾虑还是有道理的。现在适逢乱世，青泥寺又远离都城，路上多有盗贼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要不我跟青哥也一起去吧，要是有坏人我们也好保护夫人。那好，我们这就启程吧。我有一件机密任务要交给你们兄妹两个去办。谨遵大帅吩咐。汉人誓死把守着中土的关隘，使得我们无法前进，你们设法潜入宋国，找到宋朝疆域图。有了地图，何愁攻不下宋国？属下领命。孽畜，我看你往哪里跑。小姑娘，你看到我的灵猴了吗？老前辈，请问到青泥寺还有多远？不远不远，翻过这座山就是，半个时辰就到了。哦，谢谢老前辈。不要叫我老前辈嘛，我有那么老吗？我今年才70、70，我才75岁。嘿嘿，75岁。啊，那我怎么称呼您呢？别人都叫我九臂猿，你就叫我九大哥吧。啊，九大哥？这怎么好意思，我还是叫您九前辈吧。嘿，随你了，以后遇上坏人就提我的名字，一定把他们吓跑。不跟你玩了，我去也。这一定是高人，会武功的。武功？哼，嘿。啊！好了，别闹了，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。那老前辈真会骗人，什么半个时辰就到，我们足足走了3个时辰呀！人家是高人，走路跟飞一样，咱能比吗？客官，里边看看吧。啊，夫人，我们到了，那便是青泥寺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好嘞，给您包好。我们先找地方投宿吧，后天才是4月初8，我们早到了2天。哎，夫人，我们就到这家客栈吧。黄沙滚滚，战马嘶鸣，喊杀声响彻天际。一队宋军正和金兵进行。老板，要2间客房。哎，好嘞，客官来得真及时，我们只剩3间房了。你们要是再晚来一会儿，就没地方住喽。看你说的，你这里住不下，我们不会去其他客栈吗？小兄弟，你不知道啊，后天青泥寺有高僧要开坛讲法。附近的客栈都住满了香客，
我们这是附近最大的客栈了。老板，你们客栈住那么多人，安全吗？客官，你们就放心吧。小二，带客官们去房间。好嘞，客官，请随我来。就在那两军交战之时，突然宋军当中杀出一员大将，但见其身穿黄金甲，外罩紫蟒袍，胯下千里追风马，手持一杆红缨铁枪，口中喊道：“金人休走，岳飞来也！”岳将军纵马驰骑，在金兵阵营里左冲右突，直杀的金人望风鼠窜。客官，您早点歇着，有事儿吩咐小人。我们出去走走，这样不好吧？怕什么？又不会走远。哎，你们两个，嘀咕什么呢？快帮夫人收拾下行李。哦。岳将军率军屯扎在石门山下，谣传金兵复至，关下将士无不惊骇。大哥，你说那两个金人会来吗？小声点儿，他们给我飞鸽传书，说今晚在这里见面。可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啊。哼，这不是正在找吗？他们是一对兄妹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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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不行，现在外面这么乱，万一遇上坏人怎么办？光天化日，怎么会有坏人？真是的，我们不出客栈还不行吗？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夫人带我们来不是为了玩的。再说客栈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，我们应当帮夫人看好财物，免得啊。茶来了，客官要茶吗？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我看你呀，是过于谨慎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和青哥在，绝对保护好钱箱。我们做仆人的，应当处处想着主人，替主人分忧才是，不能光想着自己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不去玩了还不行吗？就你对夫人忠心，我们都想着自己。哼。算了，没意思，回房去了。只见岳将军策马奔出，左手夹弓，右手持矛，横冲敌阵，贼军大乱。哥哥，他们好像还没来。老板，这里什么时候打烊？再过半个时辰就关门了。怎么办？大帅限咱们明日必须把图拿到手。老板，还有房间吗？二位来的真巧，就剩最后一间了。好吧，我们先住下再说。小二，带客人去房间。好嘞。客官，这边请。众将士齐聚阵前，摇旗呐喊。岳将军一声长啸，提起铁枪，笔走龙蛇，在地上写道：“雄气堂堂冠斗牛，誓将贞节报君仇。斩除顽恶还君家，不问登坛万户侯。”好，岳将军精忠报国，可谓忠义千秋。金忠报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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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忠报国。哎呦，你们怎么走路的？没长眼睛啊！是你没看路，撞倒了我们，反而恶人先告状。就是你们才……才没长眼睛呢。打烊喽！打烊喽！打烊喽！几位客官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
哼！你们两个去哪儿了？夫人找你们呢。二位客官，本店要打烊了，您二位是不是？给我们开一间房，今晚我们住这儿了。哎呦，真抱歉二位，小店住满人了，您还是到其他客栈看看吧。嗯，不行，我们今晚就住这儿了，叫他们把房间让出来。嗯，凭什么？不行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哪有逼迫别人让房间的？嗯，是啊，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这怎么行呢？再说了，我们还得帮着夫人看着钱，前面的门。您二位还是去别的客栈吧，我们要关门了。哼，真是的，就没见过这么无赖的人。你们不好好待着，非出来惹事。夫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乱跑了。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我们又带着这么多钱，万一惹上什么坏人，该如何是好？以后要小心些。是。他们怎么还没出现？不会是在欺骗我们吧？不会的，我许诺他们用一箱珠宝交换地图，他们从宋营窃取了地图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把图交给我们。会不会是他们遇上了什么事儿？我们再等一等看看。大哥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如果今晚不把图给那两个金人，他们一定以为是事情败露了，肯定会脱身离开的。哎，可我们现在又联络不上他们，真是急死人了。是啊，这图可是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才弄到的，别到最后白忙活一场。哎，你看那边。哎，有办法了。太好了。谁？有贼，快来人。是。站住，分开搜，一定要抓住他们。是。把钱准备好，客栈外面见。啊，这是。怎么办？是一伙强盗，他要挟我们把钱交出去。他们就算人多，也不会这么放肆吧？我们和其他客人联合起来，对付他们。谁？哦，我是。做你该做的，不许出声，否则。哎，总算没被他们追到，戏送进去没有啊？这个，我把镖射到他们屋里去了，他们应该会看得到吧？你确定不会失手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我的镖法可是百步穿杨啊。快搜，快！夫人，不好了，这家客栈是黑店。啊，黑店！一定是店小二听到了我们的话，知道我们带着许多钱，所以约好了人，打算勒索我们的钱财。我们应当帮夫人看好财物，免得……查来了，客官要查吗？
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去找其他客人了吗？没用了，隔壁的人跟他们是一伙的，而且身上带着凶器，让我们不许出声，按照纸条上说的去做。啊，完了，我们落入虎口了。要不咱们把钱给他们吧，破财免灾嘛。这钱可是用来救济难民的，不能把钱交给他们。对，我们绝不能把钱拱手送人。可是如果不把钱给他们，恐怕我们就……不如我们先把钱给他们，等我们脱身后再报官怎么样？这里离衙门有近百里的路程，等报了官，他们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。再说我们把钱给了他们，不见得就会放过我们。又不愿把钱给他们，又想脱身，除非神仙才能救得了我们。啊，找人帮忙？对啊，我们去请高人相救。这深山荒郊的，去哪搬救兵啊？你们忘了咱们在路上遇见的那位老前辈吗？我去找他帮忙。老前辈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是在山上遇到的一位高人，会武功的。可是你怎么出去啊？你们看，从这边墙上翻出去，这个角落应该不会被发现。这万一被发现我还是留在这里保护主人吧。我出去找人，喜子和青哥留下来保护主人，怎么样？我跟兰姐出去吧，万一被发现，我去引开那些人，兰姐也好脱身呢。快，那边！谁？这边有人！快，快走！快！阿弥陀佛，菩萨保佑！完了，被发现了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、培育优秀僧才、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，在诸山长老、法师及各界大德的祝福下，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于2020年10月正式成立，有继回归佛陀本怀，透过文化出版与媒体等多元形式，将佛法传扬于社会，并借由慈善公益的参与，落实大乘佛教之利他精神。基金会立足于汉传佛教，不分语系及宗派传承，致力于南传、北传、藏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与学习，其能宣扬佛法以及推广殊食、护生等的慈悲理念，尤以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、学习佛法为主要目标，竭诚敬邀各界大德踊跃护持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，欢迎您一起来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，一同为世界燃起正法之炬，照破黑暗，传灯无尽。会务介绍：护持弘法，培育僧才，僧前安养，医疗及生活救助，宣扬佛教教义与经典印制，佛教刊物影片及电子多媒体弘法，设置传教场所、护生等之佛教弘法慈善护生相关活动。立案字号：台内名字第109-005-1120号，统一编号87515434，通讯地址：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2号，服务电话0398993199，随喜 www.lifetv.org.tw。
斜线 A D A T E 斜线 S U S T A I N 点 H T N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举办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，报名对象现佛教僧众，每堂限50名，费用由学会供养。报名日期即日起至每堂课前1周额满为止。报名方式：网络报名 ：www.absle.org/trainingg/。课程内容详见官网。洽询电话02-2747-8687 02-2747-8687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。诸三长老、各位法师、各位菩萨、各位信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，让我有这个机会，透过电视台的网络平台，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。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，墨学是在台北龙云寺。在107年接任了龙云寺之后，那因为龙云寺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，是在过去贤顿老和尚，那贤顿老和尚在他的年代是跟白胜长老一起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。那贤顿老和尚呢，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龙云寺。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，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。那墨学明来在接任龙云寺之后，也真的看到龙云寺我们的僧众啊，年纪都很大，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，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，那也很老旧。那为了能够重建呢，就配合政府的维老都更，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，大家的帮忙之下，我们已经取得了维老都更的重建计划，也取得了建造，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。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，那经费呢非常的庞大。那在此透过网络电视台来向各位法师向各位信众联流，来请求大家来护持龙云寺，来赞助龙云寺的重建。龙云寺的重建将来是在台北市一个都会区的道场，希望透过十方信众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，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，让龙云寺的重建能够早日的完成。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，我们龙云寺呢必须在31个月，也就是2年半的时间要必须完成。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，这对我而言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那在此呢，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，来向大家说明，来向各位诸三长老法师来报告。也来祈求大家来帮忙我们龙云寺，让龙云寺的重建早日完成，让我们的僧众、让我们的信众都能够在龙云寺好好的用功办道。在此默学，再次的来恳请十方信众，还有我们诸三长老来给我帮忙，来给我加持，来给我们这个在经费上。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确实在这段时间呢、阿伯也真大了，因为中间哦，龙云寺已经拆除了，但现在要重建，也势必要完成，但是确实经费哦真欠款，
希望各位信众，甲咱斗相共，互咱早解决。